大家好，我是三明，我又来了。阿公这两天有点腰肌劳损哈，我买了6个腰子，一把韭菜啊，做个水煮腰花，年轻人是要少吃点肉。开干，清洗一下，这个菜要讲究点刀哈，等会儿片的不好，你们不要介意哈。先对半片开，再片点腰身，一定要片干净哈，不然有个猪肉味啊。再来洗到45度不切断，就是有这种感觉哈，肉断皮不断哈。再洗到起30刀切断啊，1、2、3、4，这起火了。再用清水冲洗哈，多淘洗几次，把这个水变清凉了就不烧了。再把腰花腌制哈，小葱、胡椒粉、盐巴、料酒，搅拌均匀。再来把红薯淀粉，再上个姜。腌制15分钟，再准备点辅料哈，切点姜蒜，切成小口口。再切点泡椒哈，这个泡椒风味的这个腰花，你要它去腥嘛，这个比料酒都管用。啊，泡点泡椒。再切点韭菜垫底啊，还有长角的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开干。烧油，锅来放海椒，下韭菜，放点毛毛盐，盛出垫底，再烧油，油热放个姜蒜泡椒，再放点海椒面、豆瓣酱，炒香以后浇入清水，放点白糖提鲜，生抽、少量鸡精。烧开后熬3分钟，下入腰花儿。水开后50秒就可以了。起锅，起锅，起锅，酒要老哈。撒上花椒、干海椒、韭菜油和淋油，趁热撒上葱花儿。这样一份鲜嫩无比的水煮腰花儿送给你们。就这个水煮腰花儿，我厚几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不是有麻鸡，来啊，亲人，要得开干。啊，应该是很嫩的啊，做一分钟不得。嫩，好的。一般效果这个爆炒啊，都只需要10秒。今天我留韭菜。你今天煮菜好点儿，你看这好多东西。我你两公斤菜。两公斤菜，怎么香？我说香，哦，就是蛮香。蛮香。哎，你看这东西洗不洗鞋？洗鞋。鸭子洗啊？猪儿洗不洗啊？猪儿简直没有好洗鞋。以前讲户数啊，包括称，好钱户。现在讲称了嘛？我差不多算一下是11块钱过。如果66块6，哎，这个腾的好长啊！啊，这新鲜啊，你看看。那块肉昨天肉摘的。现在就吃了。大腾菜比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的，请关注我们。朋友们，我是老吴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